好好好想见到你，北京鸟巢站，谢谢你们。下次在这里唱歌的时候，一点都没有想到，接下来面临的是一场长达1000多天的分离，1000多天的思念，1000多天的等待，终于在2023年的今天回到鸟巢，谢谢你们。也有最令五月天心疼的一群朋友，听说他们会在鸟巢的外面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夜晚。我想要听听看，在鸟巢外面有没有声音。